好，再来这一段我想要讲的东西叫连续数的和。其实这一个东西真正在正式讲它的时候是国中二年级下学期，但是国小的自由数学都会先拿来讲了，因为我不知道，反正他们就是喜欢把国中的拿来讲哈。但是个人觉得很重要了哈。第一个，当我要求你一加二加三加到十的和。如果今天只有十个数要相加，你可以一个一个加，对不对？可是如果今天一加到100呢，或者是200要加到500呢，我是必须要有另外一个方法来解决它了。OK，来，这个东西我会把它先跟 T 型做结合。你们先去思考，二加三加四加五，除了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方式以外，我们先去把它画成 T 型。二叫做两颗球，三叫做三颗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五颗。它如果建立起来，它是一个什么形？好，T 型的上底，你会跟我讲上底是多少？下底呢？那高，好，高叫做四，OK 吗？所以注意听哦。现在我的上底其实就叫做首项。所谓的首项就是第一个人呐、啊，第一个数。那五是不是就叫做末项？末项就叫做最后一个数。那四就是总共有几个人？所以这个蛋糕是不是有四层？所以这个我会把它称为项数，OK 吗？好，公式出来了。刚刚你们说的叫做上底加，乘以高除二，这是 T 型公式。那连续数的和的公式要怎么讲呢？就叫做首项加末项乘以除以二。OK 啊，真的算出来的答案是对的吗？我们来算看看一下哈，这个叫做二加五乘以多少？除以二，所以它叫做谁跟谁约分？叫做二七二。你们看一下，二三四五加起来是不是14？好，OK，来回来。所以以这一题来说，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，很简单，它就叫做首项。我们再写一次哈，首项加。我们先讲国字，首加末乘。好，首多少？乘以。十除除以，所以等于二跟十约掉五，50。第一种 OK，好，我公式知道了，公式知道了，再来第二题，那21加到50呢？21加50，所以首项加末项乘以50，而50项吗？全部有几项？项数等于多少？思考一下，21到50，29，好，答案是30。为什么？我们拉出来看，对，来，21加22，一直加到多少？50。好，我问你哦，如果今天是一到五十，全部有几项？50。如果一到二十，这样有几项？哎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太对。1到21，这样有几项？21项。所以，当你去把50减掉21的时候，会得到29。那这29代表的是哪一些？代表的是50跟21之间。是把21都减掉了，所以其实只有代表，它只有代表22开始一直到多少？听到吗？所以必须要把50再减21之后，所以以后我会问说，为什么要加一？你就要回答我把21加回来。OK，好，这边我写得很乱，重来一次，21加22。一直加到50，请问你全部有几项？五十减
五十减二十一加一，请问你为什么要加一？我要把二十一加回去。好 ，OK， 所以这里算法就叫做首数加末数乘项数是三十除以二。好，再来这里叫做七十一乘三十，啊，三十约掉了，十五乘十五，是不是就会是答案了？七十一乘十五，五一得五，五七三十五，七十一，五六一零，一零六 ，OK 吗？你们题目有这两题吗？没有，是不是有一加到八十，一加到两百 ？OK， 那你们自己再从那边算。二十一加到二十一到五十，有二十一到五十的哈。好，那你就抄二十一到五十 ，OK。OK 了，所以。